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Gator 准不准。你知道今天我才知道 Sam Altman 是 gay， 我完全没有看出来。 Alright， 五位同志 versus 一位直男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h wait， 我以为是五位直男然后一个 gay， 那这样的话应该比较好猜。我们要猜谁是直男，感觉难一些。 This is too difficult。 我是同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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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同志，我是同志。 Oh my fucking god。 OK， 最后一个人是装的，最后一个人是直男装的。 OK， 最后那个像是一个点中点直男在装点中点同志，所以最后那个是装的。 OK， 我已经猜到了，最后那个就是他。 Let's go。 真的看不出来。人事模仿犯规则说明，每一轮多数决票数最多的人即被淘汰，结束时若模仿犯人在队伍则独得奖金，最后一个肯定是真的。反之模仿犯被淘汰则留在场上的人平分奖金。欢迎收看谁是模仿犯，我们找来六位同志，然而其中有一个人一号。一号我不知道，扮演模仿犯。高中的时候 ，OK， 一号感觉应该是真的，其实一号好像不是直男，我们来看一看。然后因为我读表艺科，所以身边就是都一样，很多很多，所以不用藏。那个纹身是真的吗？真的有人会纹那个纹在这一边吗？家人吗？就是。因为我很怕麻烦，所以就想说算了啊。没有，我是高二的时候，没有二号就看上去太点中点直男了。我感觉二号这个是烟雾弹的 ，OK。二号这个只是看上去挺直男的，但是如果你选二号，你觉得哦，他看上去应该是直男，然后你选了二号，节目组就是想让你这么想，但其实不是二号，你得看穿这个烟雾弹 ，OK。时候那时候是我也是表演科的，然后身边也是同学都蛮开放。后来有遇到一个学弟，又跟他蛮好的。一开始五号这个眼神就，就这个质疑他的眼神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感觉他应该是 gay。OK， 我要怎么说这些话，听上去不像是我在以刻板印象这个定义别人。我就感觉我每句话讲出来都有点这个恐同的这一个倾向，或者是啥。All right， 这21分钟里面，我做任何判断都是因为我们得有节目效果，所以我得说这些话，不代表我对同性恋有什么不公平的刻板印象。OK， 要不然我怎么 react？那时候觉得说把他当弟弟看嘛，然后后来我发现那好像不是单纯的兄弟情，然后就陷进去了。然后我家人，我妈妈知道了，然后我身边同学都知道。我大概是国三快毕业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喜欢上一个人，然后才有意识到自己好像是有这个倾向的。对，但是我自己是没有跟家人讲，但我觉得家人应该很清楚，很知道这件事情，只是我们毕业不提而已。但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知道。对对对。欸，大家都好玩。我小学六年级就知道了。然后但真的确定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喜欢一个男生，他名字叫精灵 bro， like come on， 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你名字叫精灵你还能是直男吗？不可以的。 OK， 但真的确定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喜欢一个男生3年，然后就大概知道说自己就是对这个性别有兴趣这样子。然后家人的话是都有知道，但不是主动跟他讲，就是他们自己发现，然后后来有聊开来这样子。朋友的话比较好的会知道，但不会特别去提到。我是在 高中的时候就有发现这样子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读那个 美容美发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有喜欢一个男生，但是我一直不敢跟他告白。然后他有可能是装的，他这个肾有点假。OK， 哦，那个家人目前不知道，只有我两个闺蜜有可能是紧张知道而已。我应该国中的时候知道他，但是我没有喜欢谁，就是当时没有喜欢谁。然后我朋友都知道，然后我都是女生朋友比较多，对，所以也不用特别藏。我爸有知道，那其他家人不知道。I don't fucking know, guys. This is too difficult. Holy shit. 我真的分不出来。就如果按照外表来说的话，就二号很明显是直男，对吧？但我感觉这个太烟雾弹了，我觉得不可能是二号。如果是二号的话，太简单了这道题。还是我们应该奥卡姆剃刀到最后直接选二号。Jesus, I don't fucking know. 我觉得应该会先看那个就是穿着吧。对，因为同事就是你知道。我就很爱漂亮。对，二号就有问题了。大部分啦，就是那手指啊、脚趾甲那些的。然后因为有些直男就脏脏的臭，看起来就臭臭的，对，所以我说以这个先看第一眼干不干净这样子，换你喽。OK， 我同志雷达其实蛮准的，因为光高中、大学，先举例一个，大学有一个外籍生，他一直说他直男，他也交一个女朋友，可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说不，他是 gay， 啊，结果他最后跟男生在一起啊，真的，真的，这故事让人感觉很心虚，这故事就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在那一边说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歧视，我不种族主义的，我
我有个朋友在高中大家都讨厌他，但是我和他做朋友，因为我不种族主义者，他是黑人，然后我和他做朋友。 OK， 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，所以有种这种感觉。然后其实同志雷达我第一眼是看外表，然后他通常讲第一句话或第二句话大部分九十，这五这个斜眼我真的感觉这个 bombastic side eye OK， 在我刻板印象里面就觉得应该是 gay OK， holy shit， 他一直是 side eye 他，我感觉五号应该没问题 OK， 五号应该没问题，以上会中啦。可是很多直男超 gay 的，对啊，所以都是还没出柜吧。哦，对，没有，他通常讲第一句话或者是那个你知道细微的手势就知道他是 gay。 Like 这样然后、啊、我就知道了。我自己是蛮看感觉，感觉一号在嘲讽二号，二号脸红了，你看心虚了，应该就是二号。说就是看，就是像前面讲，就是看行为穿着。我认同第一号说的，就是 gay 都还蛮会穿衣服的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蛮准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也有遇过，就是装两个男生就是装直男，一直说女朋友，然后我一直觉得他们是 gay， 然后别人来问我，我就说，但他们是跟我讲是直男啊，因为我刚刚蛮好，就跟他说我信他们，但我自己私底下想说他们就是臭 gay。OK， 你知道吗？以政治正确来说的话，你要是直男，你上这个节目，你大概是不敢说臭 gay 的。就算你要装，你要装到底，做戏做到全，你也是不敢说臭 gay 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如果最后被抓出来你是装的，你不就完蛋了，对吧？你不就很没有这个道义？就以这一点来说，三号是真的 gay。OK， 所以其实呢，我应该让这六个人都说几句这个歧视同志的话，然后看一看谁不敢说，谁就是、啊。不要惊讶，很多人都会说 ，I don't know， 也许台湾不一样 ，OK， 也许我太以美国中心思维了，但我觉得三号应该不是装的，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，对，我差不多结束了。我的话，因为我是读传播领域的，然后我身边的男生就算是直男也还蛮会穿搭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穿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有点没有用。然后如果我可以追得到他们的 IG 的话，可能就会去看他们的追踪名单吧，就是从他们追踪的人或者他们身边的朋友组成。那你觉得同志大部分都穿什么风格的衣服？因为现在一般的直男也会穿什么日系啊、韩系那种，就是会把自己打扮得比较好看一点。对，但我觉得可以看他会不会上淡妆嘛。就是、上淡妆，嗯，因为我觉得直男可能就真的不会。我真的觉得一号是真的同志，他们会注意自己的穿搭，但可能不会注意到妆容。你左边那刚好素颜呢，好像只有我有上妆而已。对，而且其实我也是传播领域，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你身边的不会是的，就是穿着就比较。Hello， 不要聊起来，开小视窗，比较一般。那我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我的 gay 大还蛮，他长得像那个什么引流之主。Right， 是不是穿的有点像？有点准，因为我是也是看行为这样子，然后像是有些也是像第一号，有时候喜欢干净，然后衣服就奇奇怪怪，很蛮偏，哎、欸，应该是不是说奇奇怪怪，就是一种很那种非常特别的感觉。那直男的话就那几件，每次去直男的那个家里就看到就那几件，所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就不是同志这样子。哎、欸，那个直男的袜，白袜超黑，超黑，超黑，没错，变灰袜是不是？但 OK 啦，这样、啊、就有时候也是好看啦，真的是好看。我知道怎么、欸。I don't fucking know, guys. 我会看。你再给我这样讲话试试看。我会看，就是一样穿搭跟外表。然后像穿衣服的话，如果像二号这样，如果衣服拉到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的话，我觉得感觉偏直男。要拉下来吗？要不要把他的衣服给脱下来？要看他，不然我在这边太无聊了，我快受不了了。不会 me too 哦，不会，好，那可以拉下来一点好不好？但我必须说，你从头到尾一直插口，但我觉得也很假直男。因为我手不知道放哪里，我会紧张嘛，毕竟第一次上节目。对，然后讲话，就讲话的语气，或者是讲话会精精。那你觉得直男都怎么讲话？直男讲话就比较直接。啊 ，gay 讲话就是会讲一些晶晶体啊，晶晶体是什么？就是、中音夹杂的，真的吗 ？gay 讲话会晶晶体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。Like 晶晶体是一个 gay 属性吗 ？I don't fucking know。有吗？有啊，像一号刚不是什么 like 什么类似这种。哦，确实。对对对对对。但 A B C 也会这样哎、欸。可是 A B C 就会像 melody 那样。就是 A B C 枪，所以会听得出来。我觉得你们只是康熙看太多了。哎、欸，就是就会有 A B C 枪啊，就是这个你知道口音骗不了人。你们自己本身为 gay， 就对 gay 的既定印象都有点，就是那种中音夹杂啊，或者是那种 based， 对，一眼就是的、啊。毕竟现在一号就是你知道一个特别生物。gay 好像不太会有台湾国语。没有，因为我。
没有，从小就跟阿嬷长大啊。男啊，阿嬷，对不起，阿嬷，对不起。所以你们对 gay 的印象就是，呀，你们身边可能就是零号啊，不分之类的啊。所以你身边都一号、啊？他在说什么？他刚刚说了一大堆中文，我一个字没听懂。啊，我身边嘛，我身边都女生比较多。对啊，那但是你的穿着，我没有攻击的意思啊，就是比较朴素。没有，我今天就特别想穿这一套嘛，我还有其他比较看起来白袜、啊，白袜，他是白袜，他是白袜。没有、啊，直男通常好像话不会那么多，他话蛮多的。对啊，可是我遇过很多话痨的。哦，话痨。I don't fuck it, guys. This is too difficult. I have no idea. 我都不知道开始从谁开始怀疑。OK， 我感觉五号的口音有点假，但是他这个穿着还有他的这个表情，就那个 bombastic side eye， 让我感觉刻板印象上有点 gay。这一号。挺 aggressive 的，我感觉一号挺点中点 gay 的，就符合这个刻板印象，但感觉这一号可能会太符合刻板印象，就感觉会不会是演的。二号对我来说就是点中点直男，所以我感觉我会选二号，但感觉二号太明显是他了，所以感觉应该是个烟雾弹。三肯定不是，他说了臭 gay， 他肯定不是他。 OK， 四号我不知道，四号我啥都没有看出来，四号这个鞋子挺脏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你知道，我就怕批判他，结果他真的是 gay， 我就听上去有点歧视或者是太 judge 他。 OK， 虽然我也不懂化妆，但是四号妆看上去有点 too much， 这衬衫感觉也没有熨过，看上去有点不太搭，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可能会二号和四号里面选一个。二号刚刚被质疑的时候有点好像是回击的感觉，感觉好像是真的是被触怒到了，可能二号是真的，我可能怀疑四号多一点。 Alright， let's go。对，他这个手伸出来的那个感觉，这肯定是刻板印象里的那种 gay。 你看这五号，OK， 二号走了，二号离开了，没有，我去观众席。就是二号看，只是他一整身就是直男，那是你的菜吗？他坐在那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这就是直男啊。他在外面坐着的时候，他脚是打开的。然后其他人我有观察一下，他就是脚趴，而且他刚才在抖脚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讲高中那段情史有点太编好的，言情小说看太多。所以他那个故事的确有问题，说什么我学校里面有一个人，然后别人都说他不是 gay， 然后我说他是 gay， like 这故事太弱智了之类的。我是同二号，因为我觉得他穿起来蛮干净的，然后就、然后那个动作就是根本就感觉很喜欢，他脸红了啦，哎呦，被发现了吗？我觉得就是他整个就是很像直男，我觉得就是那个直。我们再来看看四号怎么样，如果四号后面不可以的话，我就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二号，觉得就是有可能。他刚在发言的时候，感觉就是你知道，嘴巴有点软，就是其他脸对对，就是他嘴软，就是感觉好像故事没有记得很熟的感觉，我不知道。然后穿着啦，就是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，他有点像那个凤梨叔叔的感觉，有点微八九的感觉。可是不是有很多 gay 也是走这种路线？他骂你脏话，对，就是很多 gay 喜欢我，我是说，就是他是这种类型。这是什么？自拍加帮他人拍照，喂，这是什么梗？不太懂这个梗。是经过刚刚的，就是互动，然后看到他们你们的自拍跟就是帮别人。经过刚刚的，就是互动，然后这谁帮四号拍的？这看上去有点直男。然后看到他们你们的自拍跟就是帮别人拍照的方式，还有。那这个拍的挺好的，这个是拍的挺好的。别人拍完的样子，你们觉得？刚刚谁拍的最垃圾？我们来看看。是经过刚刚的。OK， 这感觉好像没问题。就是互动，然后看到这个右边拍的很垃圾，他自拍可能还行。你们的自拍跟就是这个超直男啊 ，Guy， 这个四号感觉就有问题了。这自拍有点不知道，就感觉是有点直男的样子。是帮别人拍照的方式，还有这个估计没问题的。这也没有太多问题，这也太瞎了吧？还是四号感觉还是有点问题。你用四号好像还是有点问题。四号 Linus 自拍，好，这是四号自拍，挺像的。桌布也放自己的自拍，自恋啊！他想要扛授权，他有没有感觉吗？哪个 gay 会这样拍照啊？我啊，你会这样子？你会把手打那么开？会啊，手很开。他是这样子哦，比赞呢。你管我，快点管我！他比较，你说 gay 吗？比较 gay 吗？不是啦，就是他很有耐心的指导嘛。然后手会这样啊？我叫他嘟嘴还嘟嘴？你这个是黑社会的感觉耶，我爱黑社会那种。
因为我觉得会用那种滤镜的。年轻出来，怎么样？你也会老。我觉得遗憾。如果一是装的话，那装的太那个什么了，那做戏做太全了，我真感觉不是一。OK， 我还是感觉刚刚四和二两个人，是蛮值的。对，尤其四的头发让我觉得他很值。Right， 四的头发像那个谁，躺平大师 JAK， 我一直感觉四像躺平大师 JAK 啊，因为他头发就是蓬的，对不对？但他是上面没有整理，所以他上面就是有点塌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他是不是有点躺平大师 JAK？ Right， 万一他真的是 gay， 我会感觉好糟糕，我就感觉我批判错人了。OK， 整理不了，因为太硬了，欸、没礼貌哎、欸，你咋整理过？哦，原理，化妆带一次就对了。我没有化妆带一次，我是在讲说就是头发的蓬松就是一个整体的造型方式。哦、对没有对对，不是，对。但是我也是会做一些事，因为我觉得他拍照机，因为在你出来之前，他没有问什么半身全身，然后就是直接蹲下去，然后就是怎么了？还有我帮忙讲啊，他只问我，然后帮忙就是这音乐一听就是吵起来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开始吵起来了，但是这肯定是吵起来了。全身，因为他那个距离很短，啊、是不是就是就是他？你不是传播的吗？他站太近啊啊！因为站太近才要关腿脚才会全身啊！哎，我出镜啊！因为你看，像刚五号就出镜了，我刚刚没有出镜啊。那是因为你手是拿内镜这样拍啊。因为我帮他拍正常的、啊，你是拍全身，我拍全身。四号长得像徐大侠。好，香港有差吧？来，好，接受接受。I don't know， 怎么有两个人会说一 ？Wait what？ 为什么两个人说一？天哪，四号先走哎、欸！好，四号离开。三和四选一。天哪，四号先走哎、欸！三和四选一。四号离开。哎、欸，我蛮讶异的、欸。但其实我不以为，我是蛮觉得还蛮正常。我原本就是要原本要同你，你是讨厌他？我没有讨厌他、啊，是因为二号在看他。啊，对。为什么二号一直看他？因为我想说他们是不是朋友啊？我觉得他就是你知道，他拘泥一些小节了。我真的觉得对四号就是，我觉得二号太烟雾弹了。我猜四号，我差不多咬定四号有问题。OK， 四号故意就很像那种直男，有时候那种最好的有点憨。二往后看，第三回合。你今天亲了吗？亲是什么？啊、今天亲了吗？啊！我的亲。挡了哈，挡了哈，他就是这个脸。哎呦，这样子，小心吐石榴。你靠！如果真的是蜜语的话 ，Are they flirting？ 他们刚刚是在调情吗？I don't get it。1069吧，好老哦，1069。还好吧，你现在还是用惯常。OK， 就是也是不要自己按。因为外面的人一定不懂，一定怎么痛是怎么。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二号懂吗？你看他不懂，你看他不懂，你看，那他就不懂了。没关系，他教你。五号教，五号教，五号教。对不起，五号。我有时候哎、欸，我跟姐妹讲话就哎、欸、那个，然后就，然后有时候就开始这样子，更吵，比较吵那样子，他这样子。我自己的那个啦，我自己的互动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行动语言，行动了解了解，在交友软体上面的语言算吗？算可以啊，什么嗨这种，好、啊，我是不是在演 ？I don't know， 嗨、啊、哦、啊、，H I 嗨，我还是觉得二和四对嗨。嗨，那你那个好解释吗？嗨，就是会触犯到一些就是台湾的法律的一些就是癖好哈。那个1069是同志自己用的一个论坛，对。然后1069本身也是代表就是同志性事上的东西，一就是 top 嘛，就干人的那个，然后零就是被干的那个嘛。然后69是俗称，就是所谓的互吹，就是这样子。前面都是问，我会是问啊，但是后面可能就问说，那要一零吗？这他也是算是叫什么是那要一零吗？软体的一个打招呼方式，算是。然、啊、我其实跟姐妹会这样打招呼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熟的话，就会哎、欸，就开始那个哎、欸、那种打招呼的感觉，就是一种阿嘟那个感觉。Oh. 对对对，阿嘟的感觉。I don't. This is so difficult. Holy shit. 六我也不知道，五我也不知道，二四五六 I don't fucking know. 我感觉四，我还是觉得四有点，就是直觉来说，对我来说有点直男。五也有点像是装出来的。三和一我觉得没问题，我现在只能说三和一没问题。好，六号被淘汰，六号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那往后看。那我们的游戏就结束。OK， 公布结果，公布结果了。说，模仿犯有没有在场上？但他们是说都淘汰了。OK， 他们觉得已经淘汰了模仿犯，所以如果烟花没有下来，那就是五，因为这两个人是没问题的。我猜是四。What？
What？ 有？不可能。那就是五 ，OK？ 那肯定是五，我觉得是五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是五，我觉得是五。你们觉得谁是模仿犯？我觉得是五。我就是一号，就是一号。我第二轮是不是就投一号了？我跟你一样啊，是五号。对啊，对，一号是什么？就一号出嘴啊。一号是学表演艺术的吗？对啊，那是很会演戏吗？Imagine 是一 bro， 如果是一的话，那就太可怕了。OK， 如果是一的话，就太可怕了。很多人都觉得是一号哎、欸，那我们现在要请模仿犯站出来。No way！ 啊，你在干嘛啦、哦？还好。如果是一号，我就感觉世界上骗人的人太多了，然后我会感觉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希望了 ，OK， 我就不知道我分不清世界上是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了 ，OK。五号的话，还让我觉得有点像是模仿了。对，就是我。那你平常长怎样、啊？不敢相信哎、欸，不敢相信哦。哎，我声音压得很痛苦、啊，对吧？我一开始就说他声音有问题，现在我感觉我对四号的一些批判好不对哦，我感觉好糟糕、哦。对，我刚刚说了四号很多话哎，我说他鞋子脏，我说他化妆化的不好，我说他长得像徐大侠，我说他长得像草坪大师 JK， 我说他看上去很直男，我说他衣服没有熨，结果他说是装的。Oh no， 我好糟糕、哦，我对不起四号。Oh no。I'm sorry， 四号，如果你在看的话，我对不起你 ，OK？ I'm sorry， 我只是对吧？我必须要说一些话嘛，我 react 主播，我必须要说一些话的 ，OK？ 这个对吧？我就是瞎鸡巴分析，我在这一边是我的问题 ，OK？ 哦，那你平常怎么？你平常说话就这样吗？我平常说话就这样啊，也没有很低啊。你刚刚原本讲话怎么样？就这样啊，不是道歉吗？对啊，没有，他声音有变高、啊。四号，对不起 ，OK， 都是我的问题。他叫精灵，对吧？还是叫什么？他叫精灵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该质疑他。不是，这四号是个 bombastic side eye， 还有那个手指，怎么能是假的？他这个妆也妆的挺像的，除了声音有点问题。我打扮就好像蛮有那个感觉。那我看他怎么说。我觉得蛮没有愧对我自己是这个身份，也很开心啦，也很开心的，就是除了刻板印象之外，我身边的一些gay 的朋友就是也会跟我分享，哎，比如说会是深层的一些刚刚戏剧说的1069啊什么的啊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妹妹嘎嘎，所以就会融入成一个就是想要变成这样的角色这样子。 Jesus， 开拍前骗过大家的演技。你的坐姿是会这样是不是？对，就这样啊！我操，他连手机都，他连滑手机都在装。我操 ，method acting bro， 这人在 method act。Holy shit， that is crazy。我还是很对不起四号 ，OK， 我对不起精灵。Holy shit。